大家好，我是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政协委员彭连军。今天我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，一个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广信。稻华乡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，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这样描绘我们江西上饶的广信：茶者，南方之佳木也。茶圣陆羽在此铸茶经，首开世界茶文化资源。一窍有泉偷地脉，四时无雨滴天江。读着理学大师朱熹的文联，感悟他那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。雅俗共赏的杏核乱弹腔，演绎着千年相传的文脉和难以割舍的乡愁。九华无老须揽节，不及灵山秀色多。被广信儿女亲热地称为母亲山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灵山，雄声雅健，万马回旋，让世人神往。距里春风正剪裁，西山一片画图开。国家级森林公园五虎山是天然的动植物园，更是百万人口城市的饮用水源地。望仙谷，一个藏在深山的寂静山谷，华丽转身，打造出如梦如幻的人间仙境，惊艳世人。色彩明艳的宁古田园，以炫酷神奇的农业科技馆，文艺清新的直艺中心，小资浪漫的滨河美食街，吸引着各地游人。以弓箭文化为灵魂的灵山小镇，传承上饶非遗文化，弘扬徽派古建风韵。时尚与新潮是时光 Park 的主题，在流光溢彩的辉煌灯火中绽放青春与激情。广信之美，美在文化厚重，美在生态优良，美在山水染胜。历史的渊源滋润着广信区2240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，文化的积淀培育了广信区70多万人民的高尚品格。如今广信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，描绘古人诗意生活的现代篇章，携梦想共进，与时代贺声。我的广信，天是蓝的，水是绿的，空气是甜的，朋友，广信欢迎您。来吧，朋友。